你两个人，两个人不，今天吃稀饭。哎，两个划圈，两个包子。我啊，两个包子。你那一层。两个人是散养，他是油条。吃豆浆嘛就要，你吃豆浆。啊。哎不，你要把稀饭。我说那个泡菜下稀饭，那一个的。哇，那个碟子好大哟，到时候回来稀饭再一个去。那个该人多，都要好好收拾卖。全靠你了。马上都凉了，你先把盘儿摆起。 做牛的，懒得没，把搞清楚。开始上班了，衣服穿起，搞快点喽！老男人的人员衣服哈，抓住机会，抓住时间哈。该朝清楚了，你才买，是不是人？ 一百岁、200岁都要变节，我两口子要压哪个都跑不脱。平时买来几十样，总该一百的呢。我说话你听得懂不？鞋子、袜子，老人家那里那是一块梗布，那是打了个旋风，是不是？哦，那个不是耍魔术，看到没得？哎，看到没得？如果是蔷薇的话，你感情恁个烧啊？怕把你手都那个洞洞，帽子、枕头。 枪口袋、像盖碟、八戒、医保、宅内，跟后人说一个三千都不要买了，啥子都有了。哎，老男人的长寿衣服，老太爷你管着看哈，划得来就买，划不来就不买。哎，生意不成人你在，没关系哈，你摸看看。人家那就是刚才那个。这比较讲究的是闰月衣服哈，听到哈，寿衣送到手，两位老人家顺顺利利活到129，要不要得？哎，哎，活动还有，哎。 寿衣买得正，后头的支持过得顺。今天咋子都背个后头来了，大多数的老年人都买了，效果不怎么样，今天。我两件还是买了两个。生活费还是保得了哈。来来来哈，买闰月衣服搞快点哈。哎，天福天寿的。有生意无生意，要笑嘻嘻的哈。是噻，心平气和的来。忘了弄起手套，拿下来好多货，还有恁个多货的。 那个库房回去炒就去，好像斤。15码，都是卖的5块，都是3块。我炒3块的哇。哎，你看，快点算出来炒肉。今天还是绿的，好像斤。这边都是绿的。哦，对哦，反正还是3块。光卖菜呀，又不然是个好的价钱。回去弄些把饭吃哒，休息哈儿，下午出去还是把省事找回来。 今天这儿还叫嘛，还有点辣味儿。 这种菜都是我喜欢吃的。下饭菜哈。我们屋里大蒜也怕再长了。你二十四都在种啊？
那我不是啊，那是从那大钻头抽出来的嘛。不是那个。就是。那个那是台钻。嗯。我们家里面那大钻它不得长那个的。就弄完饭的。现在要吃饱了噻。